师父您好，你好，弟子给师父请安。嗯，顶礼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顶礼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，顶礼恩师卢军宏台长。请师父慈悲帮助我的孩子看看他的身体。2007年属猪的。2007，哎呀，自闭症，脑子出问题。8岁给他检查出说是多动症，现在越来越严重。脑子呀？嗯，对的。我看看有什么动物在他身上。哼，他都，你知道他多动症啊，连脸都动啊。啊，他。嘴光张，看见了不啦？不是嘴光张了，脖子这样。哦。嘴巴经常。啊，对对。知道是什么啦？猴子啊，一个。他，哦。不知道他的祖上或者他打过猎，嗯，上辈子的事情。哦。明白了吗？这孩子脑子不笨的，蛮好的。对呀，原先可聪明了，嗯，就现在越来越严重。嗯，赶快你给他念几张小房子了啦？我还没开始。没有，我念了能有700-800张了吧？我看看拿到多少张。是你念的？我也有念的，也有结缘的。哼，700-800张了。我跟你精确的算一算，300张加上80张，380张。嗯，你说怎么会好啊？好过一段时间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念的烧下去，它就好一段时间。对，有一段时间挺好，现在越来越严重。现在知道了吗？他现在从8岁开始一直吃药，上个月住了1个月精神病院，现在出了越来越严重了。那当然了，这种病是打针打得好的。你想不通的话，你到医院里说医生帮我打一针，让我想通。那现在还得给他念多少小房子？600张，把他超度走。知道。这猴子很麻烦的，晚上不睡觉的，所以让他晚上不睡觉的，很晚很晚。哦，他光打人。谁都打，警察也敢打，老师也敢打，打我和他爸那就是神经啊，就是身上那个啊，突然就爆发，突然就爆发，啊，当然了，身上有灵性啊，你给他烧600张小房子吧，就会好起来了。知道了，放多少条鱼啊？3400。知道。3400条鱼，好吧。好的，师父，他现在药还用给他吃吗？他吃完光困，他光睡。你想想看，这个药是干什么？镇静剂呀，就是让他不要动呀，又不能治疗的了，就是让他不动呀。我觉得吃完这药更严重了，那现在是给他吃还是不吃？跟医生去商量，减量，好吧，是要吃一点的。他现在灵性在身上很烦的，非常烦的。还这个灵性还弄他的下体，他自己经常自己摸自己的下体。啊，他光痒，他看见了吧？哦。啊，还有，师傅，他现在能上学吗？他现在他不上学去呀？不行，不能上学了吧？嗯，得休学了吧？要休学，8个月之后才能上学。好的。你现在算好好了。你把这点小房子念了大概8个月。好的。8个月之后他就能上学。师父，我和他是什么样的冤结呀？他光打我呀。什么样的冤结？他光打你。啊，怪不得的，要命了。他不是光打你啊，他也爱你呀，啊，爱的时候也是抱住你呀，啊，左亲右咬的。是的。鼓掌，啊，听得懂吗？听懂。
我告诉你啊，你看见过广东过去啊，古时候啊，不是很古的时候，猴子不在身上吗？知道。有一个老头，左手拿个鸟，后来有个猴子在他身上，这种很有钱的人，养的那种猴子啊，他有一次做过猴子，你就做这个角色。你说感情多深啊，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所以你去看好了，你这辈子的钱财不缺的啊，还过得去的，主要是感情上跟他养出来之后，你就开始跟他闹了，明白了吗？知道了。现在知道了。说你是个男人呢，你脾气倔得像个男人，性格倔得不得了的。是的。你又不卖账的，你谁都不想嫁，你谁都愿意嫁。我讲话听得懂吗？听懂。我现在因为他我都得忧郁症了，就现在。早就有忧郁症了。是的。没多少时间，大概两年半时间。是的，现在他也严重，我也严重。师父你看看我家的佛台，我家房子有没有灵性啊？啊，你请人家，哎呀，你请过人家通灵人看过哎？我没请过。没有啊？有人帮你请过不啦？啊，他大爷上些日子住院，他大爷找人看，我说我不用，看见了不啦？我说我自己找人看。在你们家佛台上有个大神一样的。我家佛台啊？没有啊。所以菩萨不来啊？我家佛台没有啊，那就是他奶家可能是吧。嗯，是一个古色古香的桌子，边上还有点翘起来的。好像。哎、啊，去看看这个佛台是谁家的啦？我家没有。那就是在他家里拜着呢。听得懂了吧？听懂了。好好努力吧，去改啊，念经啊，给他。给他。啊。给谁？给他。给他呀，小房子念呀。啊，知道了。他怎么看见我不动的啦？知道。怎么看见你就要动了啦？他敢看见爷爷，看见动不动啦？看看爷爷。他去年我带他上新加坡法会，他说师父是菩萨。现在知道了不啦？师傅，我家房子有没有灵性啊？怎么我一回家这孩子坐的一环？有声音。啊，房子要多少小房子？36。36张。嗯。好的。你们家好像这有一个灯啊，是那种光，不是那种红光，温暖的光，有一个像日光灯这种光，不好的。去把它换掉。是佛台那屋吗？嗯，好像是进门的，进门靠右手边，进去到底的右手边那个地方。那就是佛堂的屋，要不就是。啊，那就佛堂了。哦。那个里是不是有个白光了，白炽光灯了？对呀。好嘞，看见不啦？啊，把那个灯换掉。位置也是，赶快换掉，好吧？好的。自己乖一点啦。你这个人嘛，就是欠情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到人间来欠很多情，你知道吧？知道。你会还情的，你知道吧？知道了。你会被人家骗的，明白了吗？知道了。哎，被儿子打，被人家骗，因为你上辈子骗儿子，我上辈子感情上出了很多问题，所以这辈子你来还债的。那我什么时候能好啊？等到花开月圆时，好好念经啦。好的。听得懂吗？好的。好啦。好了，没什么。小房子跟你讲了啊，嗯，好了。知道了，师父。好了。我们自己的业障是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感恩师父慈悲、嗯哦，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谢谢大家。